不好意思哦，我们今天夜待夜，所以只提供情侣用餐哦。谁说我一个人？我男朋友只是还没到而已，我先打算催他。连柯有正有私生女这种新闻他都挖得出来，我觉得单文芳这个女人啊，这工作像男人，能力也像男人，简直就是她的人生呢，就是没有爱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温暖，没人心疼，没人可怜，像她那个变形金刚一样。哪？你们看，我只是假的。干嘛啊你？等他开第二次的时候，你就明白我的意思。求姻缘呐！我跟你说，这个狐仙庙离你们公司好近好近呐！哦，哎，你赶快下来！还有那个庙公说你要去给他打两下，我告诉你，好准！我还在给他好。我们来想一个办法弄他，弄他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网络上有一个万能打工达人，搞不好他可以帮我们这个忙，整到无双戟，我来查查。爱上一个不回家。隔壁的女人是怎样？没有男人就必须垂头丧气，乖乖贴上败犬的标签吗？哼 ，bullshit。今天晚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晚上 OK 啊？好，详细状况我们碰再说。OK。喂，有啊，你来了。恁水家较好，你敢知影我拄啊甲伊合作水电的偌久的呢？啊，咱社明明在台北市，敢若硬要讲台北县啦。啊，佫讲若是台北县哦，伊就甲咱算讲隔一个淡水河工钱爱较贵的啦。哦。啊，迄个代志，恁就钱较好咧，有影哦。来来来。即摆啦，就昨暗开始哦，就踮遐讲一个是一个要死唔长贵。哦。啊，到今仔日来贵拢花去啊。好。电手伫后壁。哎。哦。啊，老李你啊。啊，你再麻烦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啊，你有个代志过来无用。不用，放心。先。
哦，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规工的小红金的客，那个头像。不行，我没有很急啦。哎呦，丢啦，可惜。伏地魔。顺便还你看，等一下。怎么回来去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想都别想。喂喂，什么想都别想，想喂。啊不！性别派意见最严重，当个唔认婚，我看三十下不够，要加码。我够气个哦！好啊，你信不信我写个头条，讲你假身份真性侵，差不差？我你今晚是你讲啥笑的？我去神棍嘞！没没没没没！不想结婚就不要来嘛，来了还那么呛，实在是啊！哎呀，买台机了啦！啥？啥？来到这个新城的所在，手机也无关，店遐咧吵吵闹闹，倒一个？是不是你？我。是不是你？我关呀嘞，手机啊！烦呢，我关呀。喂，哦，金头啊，你请我吃喜酒，哈，等等等等，有代志要请教何大仙，爱知影礼貌，啊，手机关个，哦，关啊，归去啦，提桌仔顶去放啦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快，来，到这边，到这边来，喂，嘿嘿，这边，恁五金婆啊，嘛是要请一尊哦。好啊好啊好，真正来行开好。嘿，对对对，嘿，对对对。啊，较大哩较大。那讲到咱这尊红鸾金刚心心相印桃花小狐仙哦，确实有够厉害。伊主动替咱去找对象呢，甲目前哦必发必中，大家嘛相相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后生头家生几对。嘿嘿嘿。我电话讲出来，你们入来。哦，嘿，对，嘿，你讲，你讲，嘿。哎呦，要紧哦！红鸾心动，心心相印，桃花小狐仙。哎呦，这庙讲起来是真恶气的，这样好的庙搞暗藏起来呀，不够意思啊，有影。什么跟什么嘛？我们先来叫我们等，自己讲电话叫我们关机。对啊，那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桃花小狐仙。阿布，我没有时间跟你 K 笑，我们一起来找。哎哎哎，你严重啊，你严重啊！你唔知咩？你唔知咩？狐仙你会生气啊！来，快点啦！哦。哎呦，狐仙真正生气啊嘞！阿布不会啦，阿妹阿布。我来的时阵就发落你上，啊，今嘛电话讲咧闪闪烁烁，伊绝对有要甲你讲啦，拜。好啊，你这个伏地女魔，好不容易落在我手上，看我怎么玩你。最好是，好啊，我在这边呢，叫你问我啊，你快一点好不好？我很忙，快一点。喂。晚上我还要去干几杯庆功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，你赶时间。哇塞，这伏地女魔还真能忍，这样不痛吗？不痛死了。哎，听好呗，喂。学长啊。
哦，要跟你结婚啊，哎，结果人让我老婆去，哎，果然就是给你放闪嘛，哎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耶，阿布只是好心哦，想要安慰你一下，你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你没有哭，你以为阿布不知道吗？你这么多年那么认真的工作，不谈任何感情，你傻傻的一个配回来的人吗？阿布，要不要爬点后啊？那是谁聊好不好？而且我没有在等他啊，我多两斤这样，你觉得呢？有。明明看起来这么强，居然是个纯金牌。八九三十，三十下打完了。阿弥陀佛，打完了哈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都回去了。这我受罪，这我受罪，你哪个被人讲啊？心里拢有在看，你知？赶紧，你再拜，你再拜。你再拜阿布先打电话哈。狐仙大人啊，刚刚哦听那个庙公讲说哦，这个哦桃花小狐仙哦，哎可以结好缘，哎呦呦，我就帮我女儿哦选一只好了啦哈，啊你等我一下哦，去找我女儿来哦，上不上？不动不动不动哦，走走走，回去的电话拿到了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吴小美的，来选一只选一只，好桃花小狐，选选，哇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，你又要干嘛啦？这只好不好？我不爱了，阿伯你给算起讲，给。一定要算，哎，快快选一次，好，好，来，一定要我选的话，我就选独一无二的，我选蓝的，哎，你玩意的后来，来拜，感恩哈，大功告成，不然我来请来请，在哪里请好言呐、啊？是哪一根筋不对劲啊？怎么会觉得他很可怜？要是狐仙有听到，连气浪在小狐仙马上爆炸。啊！哎，对，我看你。哦，他们回去了。哎，刘工，我东西都帮你修好了，也都帮你巡过一次了，应该都没有问题了。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到狮子打打工达人的网站，全年无休等你预约哦。好，好啦，也超非常好啦。感恩侬，阿弟我来提钱给你。好。哎，还叫蓝色的小狐仙呢？什么蓝色的？我本来排你中啊。就是迄只蓝色的无，情尽缘灭，恩断义绝，断桃小狐仙啊！迄只未懵的呢，变阿懵着，规世人头花都那未开呢。一定要我选的话，我就选独一无二的，我选蓝的。刘公，有那么灵哦？什么灵呀？妖兽灵蛇呢？迄只若请登去吼，不管怎样身躯的，还是放在厝的，效果拢同款，规世人免少想要娶嫁。啊！我甲拜日中哦，就是要大家甲顾的，啊，先做予咱胡大仙甲爱，才袂出去乌白作怪啊！啊，咱即下无去啊！哦，敢咪讲叫春姐啊，因查某囝欠去，啊，若叫欠去吼，会安怎？啊，是讲嘛无差，但是看迄个死人形，即死人吼桃花本来就袂开啊！啊，歹势，啊，我来提钱予你。没桃花，有没有这么水啊？哎，资料都被锁吧？你要知道，因为这狮子打打工达人在网上评价破万，所以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艰难任务才会交到你手上。Too much. Yes, sir. 到底有没有把握 ？Anyway, Of course.你知道我的灵魂之中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比较小，没礼貌。这窗子里啊，不是我的灵魂，是被我吸进来女人的灵魂。不过这么老的骨髓我没有吸过，但是待会啊，就算用到雅青，空，我也得知道。Wait a minute， 知道但是不要吞下去了啊！没等到他深陷其中的时候，你再恶狠狠地把它吐掉。
让他知道，不要以为自己工作能力稍微强点就可以把别人踩在脚底下。女人终究只是女人嘛，对不对？罗大哥，你放心，等一下爱的助花时间一到啊，我会让他从天堂顶到地狱都看不到。双姐，赶快接电话啦！老师，你要帮我抓紧啊，不然我好怕啊！好。老师，有你在哦，我很有安全感嘞。有安全感就好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快，手机啊，想要几百次的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坚强要来害你了，我不是。什么？你不是无双姐？哎呀，不管你是谁啦，赶快干几杯去救我的无双姐啦！哦，有人已经过了，打工达人要来害她，要让她失去最后女人一点自信与自尊啊，要让她从今天起一蹶不振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跟你说，我们无双姐哦，在做女人这方面哦，真的是不及格啊。但是你一定要帮我救她啦，不要让她再受伤了啦。我天！喂，我不是。喂，喂。要打呢就进，我很忙，晚上我还要去干几杯庆功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啊？打错电话。赶快干几杯去救我的无双姐啦！哦，有人已经过了，打工达人要来害他。打工达人。你一定要帮我救他了，不要让他再受伤了啦。善无双小姐，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不过很抱歉，我必须要整你。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联系。善编辑将自己的高中老师与未来阁魁的不伦之恋公诸于世，这种六亲不认的做法，真令人不齿啊！不过这是其他同行人的看法，我倒例外。接什么案子？他们到底要对福利女巫干嘛？哦，原来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新锐编辑 JJ 先生是无双姐姐的 fans 啊，真是太超过了。而且刚才听 JJ 先生对于阁魁案的专业剖析，我想感觉像是打滚多年的编辑，不像是刚入行三年的。我对杂志编辑的启蒙开始在前年的3月28日。为什么是今年3月28日啊？ iPhone 第28期头条，枪与罂粟建立的金权世界，金三角大解密，是善编辑的处女作。
编剧入里的论点已经深入泰缅边境，查查新闻是男人所不及的勇气。这竟然让我印象深刻。平地冒出来的一个仰慕者，我靠！今天拜狐仙还真有效果。出刊日期就是前年的3月28日。谢谢你的赏识 ，Merry Christmas，Merry Christmas。你应该不介意我把手机还有包包放在这边一下吧？我去上个洗手间。父母，拜托，黑斑细纹毛细孔，今天不要出来闹我，嗯？所以你意思说，你今天去了狐仙庙，看到这个老女人为了嫁出去，下跪被打不够，还成了小狐仙？对，她想结婚。万一他被你骗了，不就糗大了？不要为了钱这样羞辱人啊！ Fine， 那你就去当你的圣人，我们这笔交易就取消了啊！等我一下。卡斯，这不是在羞辱人啊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恶作剧罢了嘛。我也是为了四杂招牌在着想哎。你昨天在孤儿院搞砸了 case， 现在连同我的要一起搞砸，而且这个女人本身就很讨人厌啊，当然要小搞她、啊。你何必把道德良心浪费在这种人身上呢？可是她在狐仙庙的时候没那么讨厌吗？重点是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女生嘛，干嘛自杀招牌呢？你需要钱不是吗？哎，我先回去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啊。两女或者是一男一女，只要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呢、啊、双方互相拉鸡，你就可以换得我们一个镇店之宝 Pick a Five Flower 祝花。这也是你的机会，相当难得，分数不多，尽情把握。红蓝心动，心心相印，桃花小狐仙哦，确实有够厉害，也主动替咱去找对象呢。帮你找到对象，难不成？什么鬼？我们要穿香哥和韩玉啊！大方的站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机会可难得的啦！哎，有没有？哎，机会没有了，我数到三秒就没有喽。我们要挑战。说是十道之关，还竟然要挑战啦！原来是这么的温暖。
啊，要双方亲亲才有啊。那没有亲亲，就没有猪五花了。今天吵架了是吧？是不是为了等下谁要吃这个猪五花吵架？不要吵嘛！人家那个不是他的男朋友吗？对啊，哇，好丢脸哦，丢脸死了！是这种东西？对啊，那男的叫他阿姨耶。看他几岁啊？那男的看起来就比较小、啊。他还站在那边干嘛？嘴巴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哭，就代表我认输。不能哭，上无双，哭了也没有人帮你擦眼泪。你要搞清楚状况。23岁哭是真性情，33岁的女人在大街上哭，可能会被警察带回去调查精神状况啊。手机，你干嘛偷我手机啊你？我没有偷，是你拿错了。拿错了？怎么可能？胡仙庙，哇，你也在胡仙庙？时候刚好在里面修得很好。
那老人，今天去修水电。你跟那个人讲什么？你们是打工达人，你们神经病啊！你干嘛这样整我？你们谁啊？你们大姐，无冤无仇干嘛整你啊？我跟你说真的，我每一次遇到你都是意外。刚刚几杯那个是我 partner， 我代替他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别跟我说对不起，全都是我自己的错，是我对爱情还有期望，所以才会被整。所以你觉得我很蠢，才气我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的，我。我其实突然想要吃一盘猪五花而已。猪五花？我当我只吃一盘猪五花？哈！山无双，廉真廉价。大姐，大姐，不是廉价，是无价。你忘记猪五花是非卖品吗？今天让我遇到这些鸟事，如果你没事的话，那 Merry Christmas， 我走了。今天是麦洛33岁前的最后一个圣诞节，为什么我要过得这么凄惨呢？走了。好，多个汤匙。也多过一个人。哎，祝花。啊？你卖多少？我。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做，不务正业打工仔吗？那我现在出钱，陪我一晚，怎么样？对。我是什么都做，不务正业的打工仔。如果你要找我伴游的话，我怕你出不起这个价钱哦。你在暗示我钱太少是不是？我有钱拿。大姐，拜托你不要这么跟好不好？你到底分得出来什么是认真的，什么是开玩笑的吗？啊？那我付双倍嘛。我不想要今天一个人。据说我要的生活，至少今天不要一个人。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，夜空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星座，你到底懂不懂？我只要一点温热的触碰。你到底懂不懂？有些话并不是一定要说。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，你总是满不在乎。当我看着自己的稀薄，你编织的。下次你记得，不管你多寂寞，永远都不要花钱买男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值得被真心对待。今晚上我陪你 ，for free， 全家。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，你总是满不在乎。当我看着自己的稀薄，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。这是一道门，门里面住着一个聪明的女人。住这里啊？
是啊，怎么样嘛？原来昨天我的围剿老女人就是她。衬衫的扣子从第一颗开始扣，毛衣要穿高领，握手的力道要适中，人生最好走在常规里。但现在这是什么？这是传说中的 One Last Day 啊，上无双，感情工作了6年呢，你突然突飞猛进到 One Last Day 的成绩。真是牛眼你！那个钥匙呢？应该是这只。来，回来。天哪！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？现在后悔，应该还来得及吧？叫我开口说不。哎，不！干嘛？你不是要我陪你吗？回到现在还在紧张吧？我才不会紧张，我还怕你紧张哎。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不过你们家好像有很多机关跟陷阱哦。Oh shit！ 不好意思。我去洗手间，这是酷毙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！我这已经有6年没有男人来了，一来就要过夜，姐，不用急。梦想的权利了。与其怀念黑心坏男人，不如吃掉眼前的帅哥，就把今天当成是我人生的新起点。我靠，冰淇淋哎！这种天气有人爱吃冰淇淋啊？觉很久没开火，而且屋子又这么乱，八成很久没有男人来过。嗯，陪他吃泡面当宵夜啦。吃完宵夜以后要干嘛嘞？再陪他玩个扑克牌好了。这样应该够陪他过一个寂寞的圣诞节了吧？等他玩完，应该天也都亮了。好。就这样办。怎么样？
想说，不单只是因为工作的工作狂，我还是可以吸引男人的女人。难道你不能安静一下吗？你干嘛啦？你是民国七十三年次。你干嘛啦？你是民国七十三年次。是啊。所以不是西元一九七三。你说嘞？保险套啊！保险套啊！给我出去！你手机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岁，你有必要惊讶成这样吗？我居然在一个小鬼面前卖弄风骚，我念大学的时候他还在流鼻涕嘞。大姐，那如果我跟他交往，不小心怀孕的话，堕胎费是不是跟他爸妈拿？大姐，那如果我们结了婚，我大肚子，我说要挺着肚子去给你看他。结婚啊？那如果我买房子，我不可能交不到钱。大姐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一点？我原本进来只是想要陪你吃个宵夜啊，你这样莫名其妙把我拉上床，然后又莫名其妙把我踢下床，踢下床就算了，现在莫名其妙再训我一顿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？你妈没有告诉你不可以随便进陌生人家吗？还这么晚，你怎么还在？你妈会担心你知不知道？你家里带了保险让你妈知道吗？不是，现在回去呢就乖乖的等你妈妈告诉你，明天开始呢就正正当当当个年轻人。是啊，我计程车是不是？叫我来就来，叫我停就停。好心陪你过圣诞节，谁说果然没错？这女人莫名其妙了。啊！我的包包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哎，我的包！我警告你哦，不准跟别人说。大姐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说的？有谁有幸运听我在某一年的孤单圣诞节跟一个33岁的大姐过一夜春？你闭嘴！我是32岁又6个月。啊！算了，反正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你。我跟你这不务正业的打工仔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。啊，那可不一定。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刚搬来，还没有邻居。没想到否定女模有寂寞难耐的一面，不过她刚刚的反应真的挺可爱的啊，十分珍贵的纯情派啊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明天就换手机，不想跟你跟宋俊同一款。什么？换掉？房子你换得掉，换不掉？快来一场冷水澡，把身边的男人统统都换掉，把隔壁邻居统统都换掉。新的形象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查的查的，你看看，我都查的出来了，要怎么样？快点，你看吧，爸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老师，你被人家卖了，帮人家数钱呢？可能客友正在那要肥肠，
兽心巴拉的，说什么瞎话？气死谁在说昨天呢、啊？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我早就全忘了。不要在那边拾髓之味，念念不忘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乱报道啊？抹黑下人格和人格。你叫我报不掉啊？管那个叫酒精管两家，老跟没正事，开公屁眼啊！乱写乱写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乱报道啊！你们啊！凤杂志你好，你们这乱讲新闻有没有专业啊？专业的新闻态度你们可不可以拿出来？有没有搞错？喂，爱凤杂志你好，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报道啊？对啊，对于下一届阁魁的那个私生女的事，虽然她否认，但是也是经过本杂志社的记者查证的独家啊，所以说你们小心出去变车撞。喂喂。什么？你们杂志社长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乱报道，根本没有查证的事。哎，你们干嘛乱报？那不可有，这不是这种人呐、啊！不要侮辱我的正常小绵羊。胡说！社长，听。听到没？停不下来的电话声。那就是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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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进来的声音啊！这个柯有正，他越不承认，大家对这条新闻呢越有兴趣，我们杂志又要卖翻了啊！你做的真是太好了，谢谢社长，这是我的光荣啊！对，社长，如果他再继续否认的话呢，我就继续追查；如果他躲起来，我就把他挖出来。不到新闻真相大白，我上无双，绝不罢手。对，挖挖挖，要挖到。新闻真相大白，杂志通通卖完。啊，对，不要停，铃铃，不要停，铃铃，铃铃铃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收回你们的评价。评价。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对啊，四四达打工达人的网站评价。啊？我们哪有什么时间去什么四四达打工达人留什么评价？我忙得要死。哎喂。对啊，是喂。你们这样花钱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傻大姐，人家不愿意，就当你在网络上留负评，是不是？他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傻大姐啊？没整，你没整啊？啊，是你找人整我是不是？怎么可以用这下三的手段呢、啊？可不可以用点实力啊？
早就说不要上网留什么负评了，没事找事做，你们真的太超过了。对对，你们真是太超过了，对，你们就是太超过了。花钱整人已经够缺德了，还大量网络上留言，把人家主机灌爆。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新营对打工达人有多重要？你们这样一搞，我之后要不要接工作？是不是要给一个交代？啊，好好啦，有话好好讲吧。再不了，我们再帮你加一个网站就好了。好好好，对啊。你整个搞错状况哎！我需要钱，你懂吗？我每天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钱，啊？好，好了，我真的需要钱了。但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赶快走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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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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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吴双姐，包裹。哎，这新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一直要抢他拿进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同事，我叫韩佳佳，请多多指教，以后如果有什么事都可以叫我来做。是陈天遇到的小天使。新同事长这样，哼，难道市长觉得这间杂志社嫁不出去的女人还不够多吗？嗯，长得就像张便利贴，看来竞争指数负10。还是个平胸妹，看来我还是这公司里最吸睛的小妹。嘘，谁送蛋糕？我来就好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？好像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。Oh my god， 这该不是炸弹吧？哎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在玩炸弹的、啊？哇，太好了，我还没有吃东西耶。可是呢，真是没有。前面来的呢？你这个小淘气，你没有受到惊吓吧？有受到惊吓，所以要扣你薪水，拿去收金。啊，市长。靠！有没有搞错啊？他竟然飞上去扑救那张便利贴！哎，你现在豆腐要吃多久啊？下一次炸弹的威力就不是炸一个蛋糕了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当然要啊，废话，这次炸蛋糕，下次不知道炸什么了，你快报警啊！不准报警！啊！不管这炸弹是谁送的，这证明了一件事情：柯有正的绯闻是真的，他们想叫我罢手，我绝对不。可是吴双姐，就连你的高中老师都出来说两个人没有关系了。谁还会相信柯有正有私生女啊？是啊，再说柯有正的死忠粉丝那么多，你要是再查下去，恐怕在还没有查到有利的线索之前，我们全部跟着你往生了啦。哎，那个谁，那个谁讲的有道理啊。如果无双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公司也麻烦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嫂子，嗯，你刚刚是不是在那边吵来吵去，说你没工作是吧？对啊，都他妈害的啊！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要不要干脆就到我们杂志社来上班？谁是啊？他们害你没工作嘛，你又需要钱，我看你反应不错，身手也够快。哎，吴双啊，我在想，如果你继续追啊柯有正这条新闻，说不定后面会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啊。嫂子，如果你愿意做吴双的助理兼保镖的话，我愿意付你
双倍的薪水。双倍？双倍。我要。你凭什么要啊？你敢保护我吗？你敢把我一把推开耶？刚刚如果不是我把你一把推开的话，现在你早就被炸到月球去了。好。好什么？你先想跟我工作是不是？是。给我过来。过来就过来，怕你啊。哎，好像有好戏看嘞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年轻人的沟通真是火花乱射啊！卢卡斯，的学历是 T 大医学系啊，毕业。能考上 T 大医学系的人呢，不是资优生就是跳级生。想当年我也是差两分高分落榜，看你的样子还可以考上 T 大医学系。我是保送生啊。哎，大姐，你公司也蛮漂亮的啊。哎，我在跟你面试，哎，有没有坐好？坐坐坐。小妹给我嬉皮笑脸的。一个曾经念过 T 大医学系的学生，怎么当个打工仔呢？有人规定念医学系也不能打工吗？你看你这乱七八糟履历表。这什么专长啊？去百货公司抢限量商品，到教堂办圣诞老公公发礼物，谈判分手专家，终点游泳教练，女子高校防身术教练，帮人排队买甜甜圈，代购三 C 用品，这是什么专长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呢，到我家上馆就可以买了，而且还24小时送货到府。大姐，这个你在你家巷口买多少钱？5700啊。以你这个型号来说呢，在台湾的售价应该是5500块，所以你已经买贵了200块。再按现在的汇率来讲，中国大陆是卖191块美金，卖你香港还贵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到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，也就是澳洲来购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澳元现在对美元贬值，现在收在68.37块美元。哎，够了。你会按计算机了不起啊？重点是什么？所以重点是只卖你129块美金，而换算成台币就是4240元，也就是说，你已经买贵了1260元新台币。那要怎样？谁有时间去澳洲买啊？在你没有办法出现的时候帮你出现，在你忙不过来的时候帮你忙，这就是我们施仕达打工达人的工作准则。而我们跟澳洲留学生有合作跑单包，所以我们的卖价一定比所有的网络卖家来得便宜。好，就算买三星也是专业好了，这跟当我的保镖有什么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是跆拳道黑带武段高手，请问我够不够资格当你的保镖？不会吧，应征到吵起架来啊。哎呦，盛无双这个女人的本事啊，就把大家都给逼疯。你看连昨天舍身取义亲她一下这小男生，他都可以跟她翻脸呢。那个卢卡斯啊，帅到可以去当男 model 了耶。好可惜哦，我看他是不会来我们公司上班了。为什么？无双姐认为啊，长得帅的男生工作能力一定很糟吧。你干嘛给他贴标签啊？你自己长得也很糟糕，工作能力也一样糟啊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刚刚都还来不及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韩佳佳。不好意思，反正你这么多才多艺，为了避免大材小用，我想你还是理工科就好。这位大姐，昨天晚上我好心亲你一下，害得我打工达人的事业都做不下去了。现在你连一个工作机会都肯给我，你觉得我会将我这么宝贵的性命交给一个不懂新闻专业、随便跟人家上床回家的草莓族吗？好啊，那就是你逼我的。但我也只好跟外面那些人说，我不是上这个大草莓，是被你这个33岁大姐给撞出来的。这是你逼我的，但我也只好跟外面那些人说，我不是上这个大草莓，是被你这个33岁大姐给撞出来的。你昨天晚上说你寂寞难耐，说要花钱让我陪你一个晚上，
我想这么闲适的故事，外面的同事们还有兴趣知道这样子的八卦吧？你敢？你刚刚男的说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好像在说什么草莓族都喜欢一夜情的。哇，好嗨哦，我也要啊。你80个工作全部都是 partner 来的，你要当我助理跟保镖是一个全职的工作，你怎么可能做得来啊？大姐，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做不来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呢是出了名难相处，我保证你2天之内会辞职。如果你都觉得我2天就会辞职，那你怕什么？我告诉你 ，double 时薪的工作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你干什么？擦地板。吴双姐，你面试完了。哦，这是大家的新同事，他叫卢卡斯，以后是我的保镖兼助理。干嘛那么惊讶你们？我想过了，如果我继续追查柯有贞的案子的话，我身边势必要有个保镖保护我的安全。真感人啊！不过让我提醒你啊，在3天议会就要针对下任阁魁任命案来进行表决了，只要是表决一通过，柯有贞就是我们下一任阁魁了。还有，你看一下，明天呢，柯有贞还要出席弱势慈善儿童募款参会。这个政坛小绵羊每天至少花12个小时在做公益，形象好到连天使都会掉眼泪。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你怎么可能办得倒他啦？我一定会在议会表决之前拿到他私生女的证据，我一定要揭开他的真面目。你办不到，老妖婆，等着看矮冬瓜。好，如果3天之内你真的查得到柯有贞私生女的证据，再度蝉联封面的话，我就穿丁字裤来上班。好恶哦。OK， 如果我找不到证据上不了封面的话，我就扮成兔女郎免费娱乐大家。更恶。两位，这不是一种娱乐，你要不要顾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啊？你太够意思了。好，我也拿一件给你，我们就来看看3天之后究竟是你扮兔女郎，还是我们两个穿丁字裤。当然是你穿丁字裤啦。垃圾，把相机交给他。新闻吧，所以乖乖的啊！啊，吴双姐，吴双姐，吴双姐！原来他叫卢卡斯。老师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是你的学生向无双。你只不过是希望我接受你的访问。证明你的报道是真的，你又知道什么是真心了？那个女狗仔跟到这里来了，记得手脚利落一点。是，你应该从来没有顾虑过别人的感受吧？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没被你说服吗？因为你只想得到你想要的独家。你有没有顾虑到他母女俩的感受？你又知道什么感受啦？你凭什么资格说我？那你本来就不想用我。那请问我现在可以辞职了吗？我才不想连续2天都看同一个女楼底，尤其是你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七万之后回到现场的只有我跟吴双姐啊！我还以为你是要回来大开杀戒，原来只是为了这张照片啊！早伸出来啊！好痛哦！哦，姐姐疼哦！我希望所有关心弱势儿童的朋友们，能贡献一己之力。我一起参加弱势儿童募款参会。我们明天要不要一起整整他？当然要。难得我们手边有一部车啊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个东西？你在约我？是，单无双大姐，我是在约你。这块饼干上面有准阁魁柯有贞的 DNA。夫人，如果你怀疑先生在外面有私生子的话，你可以拿这块饼干去验验看，看是不是真的。帮帮我 ，OK， 不
show is over. 走吧，我最美丽的书生。把 CD， 把你的声音丢在角落。看电影到结局总是配角的错。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，我要的生活好好过。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，夜空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星座。你到底懂不懂？我只要一点温热的触碰。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，你总是漫不在乎。当我看着自己的稀薄，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。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。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，谁都在挥霍。我想的天长地久，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。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。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。